买了你家的木耳，是我历来吃过最好吃的木耳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们呢，你们对我们家的木耳的评价太高了，兄弟们啊、哦，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行了，咱们，你们对我们家木耳评价太高了，真是非常感谢大家啊、哦！就是我就是我们家发的货啊、哦，能让你们这么的倍感啊、哦，就是说评价这么好。哦，我真的是感觉到倍感荣幸啊，兄弟们，弟弟，小迷糊呢？过来吸烟吸烟，你弟弟来，小迷糊来，啊，感谢青春的记忆啊。嗯，你媳妇呢？我媳妇不陪我直播了，兄弟们，啊，以后都是三爸爸给大家直播，哦，以后都是三爸爸给大家直播啊，嗯。我媳妇得照顾孩子啊，三妈妈得照顾孩子，所以没时间照顾我了。你看我媳妇在这多好，兄弟们，我媳妇咋又给我做饭，又给我看狗啊，又给我收拾卫生啊，还可以给我帮我拍视频啊。我媳妇一不陪我直播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少点啥啊，我就感觉少点啥。嗯，媳妇不用了，小迷糊跟老大有事儿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没你想多了，老铁们，谁，嗯，就是说兄弟，咱就说，你就是男，你就是，对不对啊？小迷糊和老大他俩之间是朋友关系，你说他俩能是纯洁的友谊吗？对不对？就我跟老大也不是，就我跟我感觉老大。跟石头不是纯洁的友谊啊，这最简单的那个这他俩之间没啥事儿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，谢谢大家，不是姑姑和侄子吗？哎呀，你管他是啥呢，反正他俩没有什么友谊啊。小迷糊的爸爸是老四吗？啊，小迷糊的爸爸至今是个谜啊！小迷糊的爸爸至今是个谜，小迷糊是个小蚂蚁，能有啥事儿？铁子，你说的这指定是没毛病啊！你说的指定是没毛病，我比较赞成你的想法啊，乱套了。嗯，感谢大家啊，但是没成想啊，这是四迷糊呀啊！四迷糊在这看孩子呢，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，你太让我啊惊讶了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你让你姥爷感觉到惊讶了，对你那是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、啊，老四啊啊，老四竟然在这看孩子。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就算这传出去你们能信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能信吗？啊，那能吃吗？老三呢？啊，老三那干啥呀？那是啊啊，那玩意儿能吃吗？你瞅你给你四哥整的啊，那怎么啥都吃呢你啊。老四说我他妈太难了啊，我太难了。嗯，那谁到了，那肯定是男女失衡呗，兄弟们，那肯定是男女失衡啊啊。累啊，欢迎大家啊。对吧，你说你们几个总欺负小迷糊干什么玩意儿呢，你说总欺负小迷糊呀。总是欺负咱家小迷糊，我再给你一分钟时间。啊，后面干架了，别总欺负小迷糊。老大，你别总跟小迷糊玩儿。勺呢？找个勺啊！勺子呢？我给宝儿做饭了啊！
勺子呢？我要给老公做饭了啊！你别总跟他那玩的，不许动，老四啊！我刷牙槽子，弄，老四不准动，我强行你，老四。啊，这给你们吃。等会儿，给你拿着吧。我这不拿着手就忙不过来。欢迎大家啊！等会儿给他们。这是整的奶，为啥呀，三妈？啊，咋的了他？啊，三妹，你能说出道理来吗？三妈，小明我咋的了？啊，你为啥不喜欢他？啊，为啥？三妹，你不能往蛋上怼呀，你往哪儿怼呢？这好了，小明好了啊，小明好了，听话，小明啊。行了，三妹，好了好了，孩子还小，孩子小，三妹啊，好不好？三宝不懂事，孩子还小啊，往哪儿怼呢？这家往屁股后跟儿怼，给小明我怼的，那小明，三妹，你看你这个给怼的多疼啊，三妹啊，这下肯定是小明我欺负老大嘛，不能啊，兄弟们不能欺负老大啊，感谢大家啊，一号麦正在直播，兄弟们咱去看看去好不好，昨天榜一大哥咱来咱家没少刷，咱兄弟们咱上一号麦直播咱去看看去啊，好不好啊，老四呢，嘿嘿哎，老四来了，嗯，来，老爷给你们奖励酸奶喝啊，哎，这么的啊，奖励啊，看他们几个啊，再找东西吧，行不行？兄弟们，咱们找东西行不行？让狗们找东西，啊，谁找着东西了啊？我给他们藏一样东西啊，谁找到的话，啊，我奖励他一杯酸奶喝，啊，奖励一杯酸奶啊！你们谁想喝？啊，谁想喝？好啊，你们既然都想喝酸奶，看不着，都想喝酸奶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都想喝的话，那我现在我就开始做这个游戏。老大，你告诉你往这一趴是认真的吗？老大，啊，这俺家小老大往这一趴，够诱人的了啊！这不勾引我吗？啊，老大，这不勾引我吗？我看我藏啥啊，兄弟们，我看我藏啥啊，快点儿，
快点。哦，三月都整着急了。嗯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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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看看找藏啥啊？三万来，起来，三万来，过来了啊！我不藏吃的，兄弟们，我不藏吃的啊，我就藏这枚硬币，兄弟们啊，看好了，让三万闻一下子，我就藏这枚硬币啊，你们可给我看好了，兄弟们，谁能找到这枚硬币，我都给他们闻一下子啊，石头你也闻一下子，好，小明你也闻一下，好，老四你也闻一下，好，老大你也闻一下，好，兄弟们，你们猜谁能找到这枚硬币啊？谁能找到这枚硬币？啊，来，老三过来，来，三过来，来三来，老四、老大过来，进来，来都，石榴，石榴，快来，进来啊！好，咱们看看谁能找到这枚硬币。如果找到这枚硬币的话，啊，不许偷吃啊，在里头。如果谁找到这枚硬币的话，我奖励他啊一瓶酸奶喝，啊，放在一个比较简单的位置啊。比较简单的位置，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老铁们，我放在这个盆底下，看好了啊，我放这个盆底下，看他们能不能找着啊。好，看谁聪明，即便是现在听到声音了，啊，也是在考验到底谁聪明啊。啊，搜去吧，去吧。啊。看看谁聪明啊，这大部队啊，这家伙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搜吧啊，酸奶在等着你，等着你啊，俺家三月最喜欢喝酸奶了，咱家狗没有不喜欢喝酸奶的，兄弟们，他们没有不喜欢喝酸奶的啊，看谁能找着。优能钙怎么喂？优能钙直接拌狗粮里就可以啊，也可以舔食，就像营养膏一样啊。三马上找着了，三马上找着了啊。不对，那个地方不对，嗯，那个地方不对，看谁能找着。三文，三文一直在努力啊，兄弟们，三文一直在努力。不对，抽屉里没有，抽屉里没有。没有吧，三文，搜搜，三文搜在哪儿呢？抽屉里没有。哦，三找抽屉，翻抽屉里，他竟然感觉抽屉里有那枚硬币，但是他没闻着，啊，不对劲儿，还在搜。三没想到在这个盆底下啊，三现在没想到，为啥没想到呢？因为他没看见，啊，俺家三现对，现在三正在翻箱倒柜啊，他正在找，啊，他翻箱倒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俺家三能找着就行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，不管他现在啊。怎么给你做？他能找着，以达到最终的目的啊！搜三万，嗯，搜啊，找沙发底下了啊，还往那儿找，还往那儿找，沙发底下了啊，沙发底下没有啊，他闻这地方了，他从这地方叫唤啊，搜，这墙上哪有三万？我怎么可能藏墙上呢？墙上没有，算低点低点低点，我低着找，往低着找，咱们没有，我这没有，你看我这没有，三万，你搜你的，搜你的啊，你找你的，三万啊啊，他感觉是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三万感觉是在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在哪，三这里能有吗？这里的是死的，死的，咱们啊。这搜，慢慢搜，慢慢搜，三万，慢慢搜，没有三万，你好好搜，好好搜，啥意思啊你啊？三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你看盆底下有没有？盆底下有没有？盆底下，盆下面，哎，操你哥，你竟然能听懂盆下面，我靠了！来，吐三万，来吐，必须奖励俺家三万一瓶大酸奶喝，吐！哎，我的妈呀，他竟然能听懂什么叫盆下面，你说说的。哎呀，真是不能给他任何的提示，兄弟们，真的不能给人家三万任何的提示。感谢文轩宝贝姐姐，谢谢文轩宝贝姐姐啊！不给他提示好了，咱还能多玩一会儿。这家伙，哎，
来三个啊，你们谁都不准动，只有我，只能我给三文喝，谁都不准动，知道吗？不许动。好，三文喝起来。你们几个狗屁不是啊，还想喝酸奶，小迷糊，靠，狗屁不是你啊，还想喝酸奶。好了，三文吃了一大部分啊，咱给小迷糊你来点吧，尝尝鲜儿啊，参与奖。小石榴给你来点参与奖啊，老四有点参与奖啊，好了，老大也有参与奖啊，都参与了。好，最后斧哥给 Seven 都尝尝甜头啊，都尝尝甜头啊，感谢大家啊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尝个味儿大品的，大家拍一单宠物用品。石榴来，过来，石榴来，石榴进来来啊，有需要木耳的大家可以拍一单咱家木耳啊，兄弟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，来，石榴来，进来来，东北黑木耳19.94元啊，19.94元，一号链接啊，咱家这个秋黑木耳马上没了，兄弟们啊，马上没了，以后买的都是陈木耳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再给藏一回，藏在什么地方呢，兄弟们？我藏在，藏在哪儿呢？藏在哪儿呢？啊，藏沙发底下吧，藏在沙发底下，狗们都能找着地方，行不行？放在底下啊，好。俺家三文到底能不能找着？如果快的话，我不出意外的话，俺家三文应该是在1分钟之内就能找着啊！预备，三文，去搜。完了，我说啥了，兄弟们？我说啥了？啊？我说啥了？看着啊！啊！我的妈呀啊，赛文竟然错过了，俺家赛文竟然错过了大好时机啊，赛文呢，1分钟之内啊，赛文搜啊，赛文硬币呀，要我告诉他，兄弟们，要告诉三文一下子，闻着了，马上闻着了啊！就是他要找沙发底下，看着，完了，三文听明白了，让三文听没了，明白了，啊，他奔那底下去了，哪底下？三文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三文啊，提示一下，三文，沙发底下。啊，这底下没有，三文，换一个，好，再换最后一个，三文，沙发底下，沙发底下，你看他能不能听懂沙发底下，兄弟们，你说三文能不能听懂沙发底下是啥意思？我操，三文沙发底下没有？啊？兄弟们，你说俺家三文到底能不能听懂什么叫沙发底下？啊？能不能听懂？感谢咱家文轩宝贝啊，感谢训犬的小马哥，欢迎训犬的小马哥啊。三文，难道这是巧合吗，兄弟们啊？难道这是巧合吗？三文竟然能听懂什么叫沙发底下，感谢训犬的小啊，感谢那个咱家那个训犬的那个小马哥啊，谢谢小马哥啊，欢迎小马哥来到咱家直播间来啊。来吃吧，喝吧，三文了啊！哎呀，喝吧，三文啊！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同样啊，第一个奖励的还是俺家 Seven 啊，第一个奖励的还是俺家 Seven 啊。好，小迷糊，哟，喝石榴一脑瓜子。老四老大给你俩来个参与奖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别喝了，给小石头喝吧。起来，给小石头喝，再喝一脑瓜子。老四给你舔一舔。
起来吧啊。行了没了，别惦记了啊，给人整头上去了，这家伙给整的，没事，俺家小师，俺家老师一会儿就给舔干净了，兄弟们，老师一会儿就给舔干净了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行了，别抢了，好了，没有了，能不能行，老师？三万，老大。再来一次啊，全网最懂事的狗狗。不行啊，那个这榜二连不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啊，谢大家支持啊，兄弟们，咱上二号麦直播，咱就多给捧捧场。感谢陈记狮子头鹅养鹅，陈记狮子头鹅养殖场啊，谢谢啊。换个东西，好好的培养培养吧。你觉得哪个狗狗最好看？我觉得还是俺家老四最好看。来，三位来，再展示一把啊！我这回藏一个难点的地方啊！我这回藏一个难一点的地方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过来来，老大老四过来来，老大老四过来来，石亮你干啥呢？石亮快来呀！石亮你不想参加吗？啊！你看他多听话，兄弟们，你看他们几个多听话。石亮呢？快来！啊！行了，不许出去啊！好了，进来吧，石亮啊！好了啊，都多多听。你看我一叫他们上这屋里，他们就上这屋来。他们都知道做游戏。三位你闻闻，闻闻啊！老四你也闻闻。老四说了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我怎么能找不着呢？啊，小迷糊，老大啊，怎么可能找不着呢？等一下啊，好了，藏哪儿？啊，兄弟们，这回藏一个难一点的地方啊！我藏在这个小狗的底下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能不能找着？老铁们，我藏在这个小狗的底下，你们说俺家 Seven 能不能找着啊？放在底下了啊，别放太靠里了，太靠里了 Seven 也闻不着，是不是啊？小狗底下啊，小狗现在正在睡觉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安全啊。非常的安全，哇！他这边贴上的，啊，能找着不？能找着不，兄弟们？啊，等一下啊，出来吧。三万搜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难了啊！这个太难了啊！这个我不做出任何的提示，啊，我不做任何的提示。感谢戴海工作犬啊，谢谢戴海工作犬啊，欢迎大哥来到咱家直播间。戴海工作犬 23.8 万粉丝，谢谢啊，欢迎来到咱三文家啊。这个有点难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有点难啊，看家三文这次啊，兄弟们，这回指定把俺家三文给骗了。啊，俺家三文还在翻箱倒柜啊！三文，好好搜，三文啊！三文还在翻箱倒柜啊！小牛就跟着俺家三文跑。三文，你不能翻箱倒柜的，三文，你想想其他的路子。三文，你想想其他的路子，石头弃权了，石头弃权了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！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说所有的小狗都去，知道吧？三万是不是去了呢？啊，三万不许叫，三万你不能叫啊，你干啥都行，三万就是不能叫我啊，三万听话，三万听话，三万爸我告诉你，在小狗底下呢，小狗这个小狗底下，看小狗肚子底下没有，小狗肚子底下肚子底下，咱肚子底下，小狗肚子底下，咱肚子底下，小狗，三进去找小狗，三，小老三，小老三肚子底下看见没有？小老三肚子底下，爸给你开，小老三肚子底下没有？小老三，老三肚子底下，老三肚子底下没有？三，我的妈，我靠，雷霆嘎巴！吐了吧，三万，吐了吧，
这小老三挺配合呀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这个老三这么配合呢？我想知道啊啊！我刚说小老三，结果小老三就跑了，啊？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巧合吗？啊，兄弟们啊，都是巧合吗？啊，老姐们，咱上三号麦直播间，咱去溜溜的，兄弟们啊，三号麦直播间啊，三号麦这个姐姐，兄弟们，她家是卖翡翠的。三万，爸爸给你，三万，你坐下，三万来，你三万，三万。行了，我不闹了，三万来，错了，不闹了，三万不能把硬币吃了，来，错了错了，宝宝乖宝宝，三万，三万喝酸奶，三万爸给你拿酸奶喝，啊，拿酸奶，嗯嗯嗯嗯嗯，来酸奶，哎，吐，吐吧，三万吐，吐了，三真听话啊，吐了吧，三万，快，三真听话，真乖，三万吐，三万吐，爸爸生气了啊，得给拿酸奶才行，你骗不了他，你以为你能骗了三万吗，兄弟们啊？你以为我能骗了三文吗？我跟三文打交道这么多年啊，我从来没骗过他啊，他从来也不上当。来，三文看看，爸我给你整酸奶拿过来了，你把这个东西吐了吧，三文，吐了吧，吐。啊啊，也吐了，吐了，掉地下了。老大，老大给老爷吐了，老大吐。老大，老大说不行，算我的，我找着的。老大，你是不是玩赖呢？行，老爷给你一个，吐了吧，吐了吧，老大。你咋给吃了呢，老大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了，兄弟们，真服了，吃了，他竟然听从小狗肚子底下咽了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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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咋整吗？老大，你咋给吃了呢？会不会有危险？没有危险，那屁眼子比那比硬币大，兄弟们，没事，不可能有危险啊，没事，明天能拉出来啊，没事，兄弟们，这怎么能给吃了呢？老大，你是真行啊，啊，没事，一角钱硬币啊，兄弟们，一角啊，一角硬币特别小，好，咱爸爸给你那啥啊，明天就拉出来了，没事没事啊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兄弟们啊，再给三万把那酸奶给他分了走啊，三万一直等着呢，三万刚才已经涨了啊。好了，三万，好了，三万，三万，这是你的，你都已经喝很多了啊！感谢蜜糖，谢谢蜜糖啊，谢谢啊！好了，老大，三万别抢，别跟老大抢，三万你让老大喝点儿，老大把你让他把那个硬币顺下去，你让老大把那个硬币顺一顺，老大喝吧，老大喝吧，老大顺一顺啊，好。好了，让老四，那你石榴来，老四舔一口吧，啊，小明舔一口来，好了啊，感谢训犬的小马哥啊，兄弟们，再给训犬的小马哥点关注好不好，兄弟姐妹们啊，好好吃，吃不吃？不吃拿走了，那好好吃，那拿走了，不给吃了，你不厉害吗？啊，那你好好吃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三碗来，好好吃，别哼唧，这多好，哼哼唧唧的，这他妈。吃完饭就猜我是不是啊？吃完饭你就猜我是不是？这是老四的爸爸，
在妥妥先生他们家，并不代表妥妥先生就是小老四的爸爸啊，但是也可以啊，认他当爸爸，是不是老四？没毛病吗，老四？老四，老爷说没毛病吗，老四？老爷说话有毛病吗，老四？啊，感谢大家拍的木耳啊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拍的木耳啊，来，兄弟们，大家下一单木耳啊，就是咱俩这个木，你看老大干啥呢？看。你看老大干啥呢？老大，俺家老大刚才吃的硬币。你看老大干啥呢？俺老大一点事没有。啊，美滋滋的小老大。啊，在那看孩子呢。小老大看宝宝呢。老大看宝宝呢。老大好看啊。老大愿意看孩子。老大愿意看孩子。谢大家啊，谢大家。出来了吗？出来吗？拉了。妹子，那怎么可能消化这么快呢，兄弟们？你看有好多朋友们说，哎，三爸爸狗不是直肠的吗？你再直肠它也不可能拉这么快。啊，狗狗再直肠也不可能拉这么快。它怎么也得明天才能出来，明天在肠道里边急着拐弯在明天才能出来。三爸特别喜欢孩子。俺家三爸特别喜欢孩子，你看。那小宝宝一在地下一趴那儿睡觉了，三爷就过去看着去，下了两单，感谢啊，感谢拍的咱家木耳啊，谢谢，谢谢咱三爷家人支持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拍的咱家木耳。哎，三爷你要干啥？给老大吃个香蕉吧，吃香蕉有啥用啊？吃香蕉缓解便秘呗，意思？俺家老大也不便秘呀，我跟你说，狗狗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呢是排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另一种呢是吐出来了。啊，狗狗有很多东西，它自己消化不了的东西，它能吐出来。哎，真的，它能吐出来。啊，它能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吐出来。啊，往外反，狗会咬，明白吗？好啊，真棒啊，这算是给我面子啊，这算是给我面子了啊。石榴是不是累了？看石榴吃不吃小馒头啊？石榴，你吃不吃小馒头？石榴，你吃不吃？给你一个，再给你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看着啊，看小迷糊啊，兄弟们啊，看小迷糊敢不敢吃啊，兄弟们啊。一、二、三，没了，那小迷糊抢跑了，还是不开心。好了，三，你要干啥呀？小石头赶紧断奶，看好了，没等恢复别又怀上了，怎么可能呢，兄弟们啊，不能啊。基本上一个多月就恢复了啊。我家泰迪好痛苦，现在在生，求指教。坐好了，三万，你坐好了。泰迪生，我跟你说，泰迪生宝宝啊，建议你啊带他上宠物医院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是真要心疼你家狗的话，带他上宠物医院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你去趟宠物医院啊，最少得一 Q 打底啊，最少得一 Q 打底啊，因为你需要做剖腹产啊，一 Q 打底啊，你还不算打药啊，过两天还得打消毒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消炎药。知道吧？啊，其实没有多痛苦，第一次生宝没有多痛苦。你看俺家三文，知道吧？他刨地啊，正常现象啊，属于正常现象啊，别着急啊。三文坐下，三文来坐下，讲讲三文的来历。俺家三文呢，俺家三文
俺家 Seven 是在我2016年啊，那年我是在工地上班，知道吧？啊，2016年啊，完工了啊，回来之后呢，啊，在家里头开出租车，啊，那时候开出租车都干啥呢？啊，晚上开出租车，啊，就是开到10点多钟就去玩去了，打牌，啊，就是那种生活，兄弟们。就是那种生活，但是养了 Seven 之后呢，我就不玩了，啊，养了 Seven 之后就不玩了，玩了大概得有3个多月啊，那时候天天那样似的，啊，也不好好开车，也不好好，反正是比较迷茫嘛，啊，养了俺家 Seven， 啊，特别想养只狗，啊，开出了危险呢，没啥危险的，还行吧，还行，啊。就是我跟我媳妇一商量，啊，养条狗吧，啊，养条狗，啊，养条狗呢有点事干，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，知道吧？啊，当时咋想的，我反正也忘了，我反正也给忘了。但是我跟我媳妇当时就想养只狗，知道吧？就想养只狗。然后呢，俺俩逛红市场，逛了两个多星期，啊，逛了2个多星期啊。然后呢？发现呢，最后一次去的时候，之前从来没见过拉布拉多啊，之前在宠物市场没见过拉布拉多，去了三次没想找着拉布拉多啊，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找着拉布拉多了啊，嗯，那次找拉布拉多就看着啊，当时我看的是俺家 Seven 的一个弟弟啊，一个妹妹啊，那 Seven 的一个妹妹，也不知道是妹妹还是姐姐啊，反正也是母狗啊，然后我媳妇看不上。我也抱车里头去了，我媳妇看不上，我媳妇说这小狗不好看，我媳妇说看看其他有没有其他的，我去选一只去，我媳妇就把 Seven 选回来了，嗯，当时花了2Q 啊，兄弟们，当时花了2Q， 哎，我不会讲故事啊， Seven 可喜欢吃这个吃这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可喜欢吃小饼干了，大家喜欢吃小饼干的兄弟们，给自己家狗狗拍一单啊，长啥样了，三你坐下 Seven。啊，我也忘了当时那只狗长啥，但是我媳妇就是不喜欢，啊，不喜欢咋整呢？啊，我说那行，那咱俩去换一只吧，咱是找人买的，当时也是找人买的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我也是找人买的，啊，那行看看去吧。然后我媳妇到那就把那只狗就扔那块儿放那块儿了，然后呢，我媳妇就 Seven 可能是 Seven， 他就是奔我媳妇走过来了，啊，那只狗比较蔫儿，那只狗的性格有点像老四。三文你不能总吃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都吃多少小馒头了啊，你说你都吃多少小馒头了，三文你要给我长的面善，坐好了，你都吃多少单了，多少个小馒头了，你这一会儿那吃东西得有数啊，你一点数都没有，三文啊，一点数都没有，不许吃了，不能吃了，可愿吃小馒头了，明天吃，留着明天吃再往啊。这脾气，三阳就你这脾气，三阳真的，那阻管不了你，那省不了你。有钙片吗？有钙片啊，有钙片，咱那钙片在下方小，是具体什么样，咱不知道了。啊，因为我以前喜欢唱歌，兄弟们，你们没看过我以前拍的视频啊？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过我以前的拍的视频吗？我给你们看看我以前拍的视频啊，就是当闲唠嗑的，兄弟们啊，现在留在咱直播间里的都是咱的铁粉，还开出租车，啥都干过，啊，开过大排档呢，还，嗯，开过大排档，开过出租车，啊，在工地上过班。啊，饭店上过班，啊，卖过房子，卖过车，啥没干过，啊，还卖过衣服，嗯，感谢大家买的顽皮小馒头啊，你看我给你们啊。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知道你永远都能够爱我。三，你坐下，三，来。灯光
我以前唱歌，我现在我感觉听以前唱歌，我可那么难听了，我感觉。啊，像屌丝是吧？你他妈疯了吧，小迷糊啊！脑袋走的是大衣哥路线吗？不知道唱啥呢？啊？其实我愿意唱周杰伦的歌，知道吗？嗯，我愿意唱周杰伦的歌，我又想不起来唱啥了。在人间，周杰伦好听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会微笑微笑的什么都知道，怎么隐藏我的悲伤啊，不会唱了。轨迹轨迹，七里香，七里香怎么唱来着？七里香怎么唱来着？秋刀鱼的滋味，某个你也想了解。哎，这怎么唱来着？一种感觉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就像雨水。不会唱了啊！我喜欢唱啊！其实我喜欢唱，但是我有点放不开了，我没有以前放得开啊，没有以前放得开。天青色等夜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如传世情话，自苦自美丽。你烟恨太小，你老大你真会跑，只有老大是真会跑，看不着，老大你真会跑啊，上人盼饭盆里睡觉去了，瞅瞅啊。哎，我看我给你唱的这首歌，看你们能不能猜这是什么歌？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了啊！乌云在我们之间留下一块阴影，我聆听，我试着聆听已久的心情，清晰透明，这一的你的风景。这首歌什么歌来着？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。这什么歌？啊，缓缓掉落的枫叶像思念啊，那是风啊，想起来了，不叫乌云，风啊，风，枫叶的风。缓缓掉落的枫叶像思念，有声要用一生等待，不敢大声喊，不敢大声喊。嗯，开始有音乐，操你哥的小迷糊，你他妈是真行啊啊！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该下楼遛狗了，我该下楼遛狗了啊！不跟你们说了啊，好吧，在明天晚上再播吧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哎呀，操你哥的！明天晚上再播吧，谢谢大家啊！我该遛狗了。嗯，缓缓掉落的枫叶像思念。尿黄，减大了。我给小米，我透一透，你不减大吗？给小米透一透，是不是减大呀，小米啊？啊？
我给你醒一醒啊，见大了，老铁晚安啊，行，大家也早点休息，兄弟们、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早点休息啊，明天咱家早点直播，好不好？